大姐，应该快到了吧？我想快到了，再等等吧。王夫人，这边请。这门槛小心啊。好的。有点宽呢、啊。哎，慢点来，慢点来。好好好。真好，嗯，太美了这里啊！哎，真是好。他们为你弹奏一曲。好，好。哟，唐家的小丫头偷吃可露馅儿了。夫人啊，您今天这个画展啊，您一员啊是帮了大忙了。卓父能够放在这么美丽的花园里头，哎呀，这真是太唐突了。王夫人客气了，知道您修佛啊，我们特别请唐夫人选了一尊古董菩萨献给您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来。哎呦，真是太漂亮了。是啊。这个布料啊，是京都有名的李心吉窝里。林太太真是太有心了，是用心结缘，菩萨要保佑院长啊，高兴。